大家好，欢迎到 SyS Mandarin 来。Hello, welcome to SyS Mandarin. 今天我们会讲一个中文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tell a Chinese story.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愚公移山。愚公移山。There are HSK 1 to 2, HSK 3 vocabulary video course available at our website sysmandarin.com. They can help you to learn Chinese vocabulary. 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shar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Thank you.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名字是愚公移山，愚公移山，愚公 moves away the mountains. 好，那愚就是愚蠢，愚蠢 means foolish, silly. For example, I can say, 这是一个愚蠢的决定，这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This is a silly decision.这是一个愚蠢的决定。So, 愚公，愚 is last name. 愚 means silly. 公 is an address for an old man. 公，愚公。But this is used in the past. Right now, we don't use it very often anymore. 好，那愚公，愚公，移山。移山，移 means to move, 山 mountains. 好，愚公移山。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先生，他的名字叫愚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很久以前，很久以前，久 means long time, 很久 very long, 以前 means before.好，很久以前 ，a long time ago， 有一位老先生，有一位老先生。好，那先生，先生 means sir， 先生，老先生，老先生 means an old man， 老先生。For example, I can say， 这位老先生是一位画家。这位老先生是一位画家。This man is a painter. 这位老先生是一位画家。好，那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先生，有一位老先生。There was an old man. 他的名字叫愚公，他的名字叫愚公。愚公家的门口有两座好高好高的山，愚公家的门口有两座好高好高的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愚公家的门口。好，愚公家的门口，门口 means entrance, doorway, 门口。好，那他家的门口有两座好高好高的山。好，我们来看一下座，座is a measure word for mountains. 好，我们可以说一座山，两座山。好，那我们看到，那这是一座山，这也是一座山。好，那一共是两座山。好，有两座好高好高的山。好，高 means high, tall. 好，好高，好 here means 很 very.很高很高的山。好，那 for example, I can say, 他今天好高兴，他今天好高兴。He's very happy today. 他今天好高兴。那好高兴就是很高兴，他今天很高兴。好，那我也可以说他今天好高兴。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愚公家的门口有两座好高好高的山，这两座山正好挡在愚公家的门口。这两座山正好挡在愚公家的门口。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座山正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正好。正好 means just right, happen to, exactly. 好，正好。For example, I can say, 我正好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来的正好。我正好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来的正好。You came just as I wanted to ask you a question. 我正好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来的正好。好，那这两座山正好挡 means to block, 挡。好 ,for example, I can say, 这辆车挡住了我的路。这辆车挡住了我的路。好，那我们看这辆车，辆 is a measure word for cars. 这辆车挡住了我的路。This car just blocked my way. 这辆车挡住了我的路。好，那这个挡住，住 put after the verb 挡 it indicates the result. It blocked. 好，挡住。好，这辆车挡住了我的路。好，那这两座山正好挡在愚公家的门口。这两座山正好挡在愚公家的门口。愚公每天进出家里都要走好远好远的路。愚公每天进出家里都要走好远好远的路。好，我们来看一下愚公每天就是 every day, 每天。好，愚公每天进出家里。好，进 means to enter, 进。For example, I can say, 他已经进电影院了。他已经进电影院了。He already entered the theater. 他已经进电影院了。好，那愚公每天进出。出 means to come out, 出。好，他出去了，他出去了。He went out, 他出去了。好，那愚公每天进出家里都要走好远好远的路。每 goes with 都，每天都。好， for example, I can say, 他每天都锻炼身体。他每天都锻炼身体。He exercises every day. 他每天都锻炼身体。好，那愚公每天进出家里都要走好远好远的路。好，那都要走 means to walk. 好远好远的路。远 means far. 好远就是 very far. 好远。好，我们以前说过好高好高的山，好高好高的山就是很高很高的山。那好远好远的路就是很远很远的路。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愚公每天进出家里都要走好远好远的路。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愚公对家人说，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愚公对家人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一天。有一天 means one day. 吃饭的时候就是 when they were eating. 吃饭的时候，愚公对家人说。好，我们来看一下对。对 means toward. 对。家 means home. 家人 family members.好，愚公对家人说。 For example, I can say, 我对他说早上好。我对他说早上好。 I said to him, good morning. 我对他说早上好。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愚公对家人说，我们全家一起把挡在门口的这两座大山移开。我们全家一起把挡在门口的这两座大山移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全家，全家。
好，全 means whole， 全家 means the whole family， 我们全家一起，一起 means together， 一起把挡在门口的这两座大山移开。好，我们来看一下移开，移开 means to move away， 移开，移开。好， for example, I can say, 你能把你的车移开吗？你能把你的车移开吗？ Can you move your car? 你能把你的车移开吗？好，那我们全家一起把挡在门口的这两座大山移开。你们看好不好呢？你们看好不好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看 here,It means to think, to consider. 你们觉得好不好呢？你们认为好不好呢？好，那就是你们看好不好呢？ What do you think? 你们看好不好呢？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我们全家一起把挡在门口的这两座大山移开。你们看好不好呢？儿子和孙子一听都点头赞成，儿子和孙子一听都点头赞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儿子，儿子 means son， 孙子，孙子 is grandson， 孙子。好，儿子和孙子一听都点头赞成。好，我们来看一下点头，点头 means to nod one's head， 点头。那都点头赞成，赞成 means agree with， 赞成。 For example, I can say 大家都同意了，只有你不赞成。大家都同意了，只有你不赞成。 All agreed and only you disagreed， 大家都同意了，只有你不赞成。可是愚公的妻子却摇摇头说，可是愚公的妻子却摇摇头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可是，可是就是但是，不过 but。 好，可是愚公的妻子，妻子 means wife。 好，可是愚公的妻子却摇摇头说，却，却也是 but， 可是，却摇摇头说。好，那摇头，摇头 means to shake one's head， 摇头。好，可是愚公的妻子却摇摇头说，不可能的，你连搬一个土丘的力气都没有。不可能的，你连搬一个土丘的力气都没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 means possible， 不可能的 means impossible。好，不可能的，你连搬一个土丘的力气都没有。好，那连都，连都 means even， 连都。好，那 for example, I can say， 他太忙了，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太忙了，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She is too busy. She doesn't even have time to eat.他太忙了，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不可能的，你连搬一个土丘的力气都没有。好，那不可能的，你连搬，搬，搬 means to move， 搬，搬一个土丘，土丘，这个就是一土丘。好，那搬一个土丘的力气，力气 means strength， energy。力气。 For example, I can say 他很有力气，他很有力气。 He's very strong. 他很有力气。他现在没有力气，他现在没有力气。 She has no energy now. 他现在没有力气。好，那不可能的，你连搬一个土丘的力气都没有。还想一大山，
还想移大山，还 here means still， 还想 want， 移大山，移就是移动 to move， 大山 big mountains， 好，还想移大山。好，那我再来读一遍，不可能的，你连搬一个土丘的力气都没有，还想移大山。就算你搬得动那些挖出来的泥土石块，就算你搬得动那些挖出来的泥土石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算，就算 means even if， 就算。好，那 for example I can say， 这件衬衫我太喜欢了，就算很贵我也要买。这件衬衫我太喜欢了，就算很贵我也要买。 I like this shirt very much. Even if it's expensive, I will buy it. 这件衬衫我太喜欢了，就算很贵我也要买。好，那就算你搬得动那些挖出来的泥土和石块。好，就算你搬得动，搬我们说了是 to move， 搬得动就是 you are be able to move， 搬得动。好，搬得动。For example, I can say， 我搬得动这些书。我搬得动这些书。I'm able to move these books。我搬得动这些书。好，那就算你搬得动那些挖出来的泥土石块。好，那些挖，挖 means to dig， 挖，挖出来的泥土，泥土。好，那这个就是泥土。泥土，石块，石块，就是这个，就是石块，石块。好，那就算你搬得动那些挖出来的泥土石块，你要扔到什么地方去呢？你要扔到什么地方去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要扔，要 means will， 扔，扔 means to throw， 扔。扔到什么地方去呢？好，那这个扔 ，for example, I can say， 这件衣服旧了，我要扔了。这件衣服旧了，我要扔了。好，那我再来说一遍，就算你搬得动那些挖出来的泥土石块，你要扔到什么地方去呢？愚公和孩子们听了，说，那有什么困难的？愚公和孩子们听了，说，那有什么困难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有什么困难的？困难 ，it means difficult or difficulty。好，困难。For example, I can say， 你现在有什么困难吗？你现在有什么困难吗 ？Do you have any difficulties？ 你现在有什么困难吗？好，那愚公和孩子们听了说，那有什么困难的，就是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丢到海里面去啊，我们可以丢到海里面去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丢，丢 here it means dump， 丢，丢，丢 has a couple of meanings， it can mean dump。我们可以丢到海里面去啊，我们可以丢到海里面去啊。丢 also has another meaning. It means to lose. For example, I can say, 我的书丢了，我的书丢了。I lost my book. But here in this story, it means to dump. 好，丢。好，我们可以丢到海里面去啊。好，那现在我来读一遍愚公移山 without pin provided. In today's video, we are covering the half of the story. In the next video, we are going to tell the rest of the story. 好，愚公移山。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先生，他的名字叫愚公。愚公家的门口有两座好高好高的山，这两座山正好挡在愚公家的门口。愚公每天进出家里
都要走好远好远的路。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愚公对家人说，我们全家一起把挡在门口的这两座大山移开，你们看好不好呢？儿子和孙子一听，都点头赞成。可是愚公的妻子却摇摇头说，不可能的，你连搬一个土丘的力气都没有，还想移大山？就算你搬得动那些挖出来的泥土石块，你要扔到什么地方去呢？愚公和孩子们听了说，那有什么困难的？我们可以丢到海里面去啊。好，那现在我们来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answer few questions， 回答问题。好，那第一个问题，愚公想做什么？愚公想做什么？对了，愚公他想移山，他想移山。好，那第二个问题，他为什么想这么做？他为什么想这么做？就是他为什么想移山？对了，因为这两座山正好挡在愚公家的门口。因为这两座山正好挡在愚公家的门口。好，那第三个问题，他的儿子孙子赞成吗？他的儿子孙子赞成吗？他的儿子和孙子赞成他移山吗？对了，他的儿子孙子都同意，都赞成，同意 is the same as 赞成。好，他的儿子孙子都同意， or 他的儿子孙子都赞成。好，那第四个问题，他的妻子赞成吗？为什么？他的妻子赞成吗？为什么？对了，他的妻子不赞成，他的妻子不赞成。为什么呢？他觉得愚公没有力气，而且他认为挖出来的泥土石块没有地方扔。好，那他的妻子不赞成，他觉得愚公没有力气，而且他认为挖出来的泥土石块没有地方扔。好，那第五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愚公和他的孩子们认为泥土石块可以扔在哪儿？愚公和他的孩子们认为泥土石块可以扔在哪儿？对了，愚公和孩子们认为泥土石块可以丢到海里面。愚公和孩子们认为泥土石块可以丢到海里面。好，那这个就是愚公移山的故事。Today, we only covered the half of the story. In the next video, we are going to tell the rest. I hope that you like this story. 好，那也希望你听懂了这个故事。I hope that you understand this story. 好，谢谢。If you find this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好，谢谢。好，那我们下次见。再见。Thank you. See you next time.